Hello， 我是阿金，欢迎来观看《艾尔登法环》的游戏影片。这游戏现在好多职业可以选哦，是不是跟以前不太一样啊？预言家，预言家这个不是要受流放之刑的人吗？这次灵魂游戏会不会很难啊？还是都差不多啊？这是那个之前的鞋匠吗？还是说这个故事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交界地。In our home, across the fog, the lands between. 他们法环不是说一个戒指之类的，是称呼一个地方哦。Queen Marika the Eternal is nowhere to be found. And in the night of the Black Knives, Godwin the Golden was first to perish. 这是什么东西啊？有人阴谋把这些国王都杀了。Marika's offspring, demigods all.Claimed the shards of the Elden Ring. 什么东西啊？ The mad taint of their newfound strength. 这些该不会都是 BOSS 吧？ Shattering. 艾尔登法环确实是戒指，没错吧？还是什么项链？反正就手环一圈。大家要争夺碎片。A war leading to abandonment by the greater will. Oh, rise now, ye tarnished, ye dead who yet live.The call of long lost grace speaks to us all. Horalu, chieftain of the Badlands, the ever brilliant Gold Mask, Fear, the deathbed companion.The loathsome dung eater, and Sir Gideon Othnir, the all-knowing. 这是那些是耳朵哎、欸，这几个拥有碎片的家伙是不是就是我要杀掉的 BOSS？ 我要把所有碎片都抢在手上，当至尊王。Whom grace would again bless. 这个就是我啦。A tarnished, of no renown. 我就是我，每次都是那个从墓地或者从什么垃圾地方爬起来复活，那个就是我。Cross the fog to the lands between to stand before the Elden Ring.And become the Elden Lord. 哦，艾尔登至尊。哦，这是新姿势，他们OK 的姿势。阅读讯息，万岁！哦，我选关心者，哎，我该不会是法师吧？要拿魔杖才能放魔法，这是什么魔杖啊？我有两种啊，格挡。等一下，我要熟悉一下按键了。呜呼！敲，格挡。闪躲。
欸，这代可以跳欸，太好笑了吧，可以原地对射者，让我先习惯习惯啊，一堆东西好多，这边有没有宝，哇，画面很漂亮欸，礼拜堂，我从这个是什么地方起来啊？哇哇，精灵树啊，黄金树啊！我连玩法环都要到，都要到黄金国，要打黄金青，穿黄金圣衣。为什么那么多血迹啊？打什么东西突然死了、啊？哎、欸，怎么有人从后面补他的刀啊？干！干好阴险哦！我们才刚出生而已，就有。红人可以跑进来，然后跟我们 PK 了。不要吧，我今天只是来熟悉一下世界，创一下人物，没有必要这样子。怎么锁定敌人啊？忘记了，是不是中间啊？蹲，屁耶、欸！妈的！妈的一堆骗子！这游戏听说最低需求是1060吧，然后有些人说哦，我没有1060玩不起，1060都已经好几代前的显卡，怎么可能玩不起啊？然后那天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就会牵扯到哇、哦，买不到显卡，不知道怎么办之类的。这边有没有东西啊？前无道具，眼泪，洞穴大洞，角色怎么跑啊？我成功了，喂！可以跳跃，好好奇妙哦！以前游戏都不能跳跃。没有东西。哦。哦，魔法可以放啊！啊！哦。他们可以挡魔法，但是还是会撩血。等一下，我的震动忘记关了。没魔了怎么办？有人砍了吗？玩下去为什么会有0.5秒延迟啊？但这是一定要死吗？没有吧。这被当成垃圾丢下去了，独角兽，哎，有马哎、欸，是牛还是马、啊？
Don't worry, Torrin. Fortune is on her side. 他说命运还站在我们这边。We found her here after all. One of her kind is sure to seek the Elden Ring. 是什么防火女之类的、哦？Even if it does violate the Golden Order. 我发觉最近的魂类游戏，对不对？你看《只狼》什么的，大家感觉都是一开始一定要被杀死一次。然后就进动画，然后开始你真正的冒险。这是哪里啊？我刚刚是不是离那棵树已经很近了？哦，有补血了。蓝鹿跟红鹿就是补血跟补魔嘛。对，看你干的好事。下方求学洞窟，好。哎呦，还真的可以下去啊！跳下去，学习回响，学习交战啊！要后面太黑了吧？他没有照明设备吗？火把之类的，眼睛发光。晃一下哦，前有树木，这些人都是怎么死的、啊？我发觉你看，有的时候画面会顿一下，他是不是在读取前面区域？而且我怎么没有看到任何的火堆啊？哦，这是火堆吗？现在不是火堆了，现在叫赐福。点亮你的赐福，在赐福休息。妖魔时间圣杯，增加使用次数。我有黄金种子吗？没有。提升恢复量，分配次数就是补血跟补魔可以分配。那我分配一下，既然我是魔法仔嘛，那我就这样，这样可以吗？记忆呢？哦，学魔放魔法设定。大幅横向扩散魔力弯弧是什么鬼啊？怎么没有写威力啊？威力跟我的杖有关，对不对？整理一下。哦，这好像都不重要。那我等于是在这边有记录哦，我死掉就从这边起来了吧？时间钥匙。创人物的时候好像可以选出生道具实践钥匙，然后说开了这个东西之后会爆开，可以打开，然后里面拿道具这样。這是什么道具？褪色者钩子协力啊！这么快就可以连线了、啊，太爽了吧！掉下去是不是？对吗？我的血瓶应该是按 AK 使用。哎、欸，这边还有火堆嘛？上面那边怎么也有一个啊？可以传送到上面那个火堆吗？比如说像血缘诅咒之类的。
还是没这回事啊？是敌人哦、喔，哦，这是教学洞窟，还真的是，笑死！这些敌人都是让我杀好玩的了。我发觉我这个圆弧魔法距离很远呢、欸，它是一个刀波光波这样子一路撸过去、欸，超远的。嘿嘿，你看 ，What the fuck？ 从来没拿过刀打过怪物，结果到了最后打完魔法用完，要拿刀上场的时候什么都不会，太棒了！哇，这边好漂亮哦，这个啥小？什么？可以做东西耶、欸？吃果果？干！这能不能格挡啊？靠北，你要戳快戳！家伙也够鸡巴，应该有内脏暴击之类的，是不是？干你老师、欸！他的体力到底多长啊？应该也没很长吧？切换目标。因为死人看起来比较高级。作弊！战技哦，我的盾牌战技就是格挡啦！干你能不能挥快一点？这家伙练剑学习道具怎么挥剑慢成这个样子啊？蹲下啊！采集他的屁眼命。失去平衡，跳跃攻击。哦，还可以跳，哎、欸，还真的可以跳跃攻击，好好笑。跳跃重砍，然后敌人就会凹下去了。玛丽卡歇死，复活时，一定是 BOSS 了吧？进入雾中。我的血瓶喝掉了、欸，这边好多死人哦！他的血怎么那么少啊？是他的血太少，还是这个魔法威力太高啊？是初学者 BOSS 而已吧？
没有任何宝物啊。好、哦，回来了嘛！这整个初学者洞窟其实可以不要打、欸，你就是纯粹的学习一下这样子，然后拿到一点灵魂啊，拿到一点手饰啊。哎、欸，换地图会顿一下，正常正常。我刚打爆那个东西都不给宝吗？再玩一小段，电梯。电梯的踏板下面还有路可以走，对不对？我记得洋葱骑士。怎么都没有东西可以捡啊，太小气了吧。尼姆葛福，哦，还是在树的周围嘛？这是什么墓穴之类的？哎、欸，很大哎、欸，哇靠！旁边有一堆小怪在等着我。可以打吗？打这干嘛？这个羽毛这边可以做什么东西哦？好多小动物哦！我到底在干什么？他们怎么有马可以骑？前面那个到底是 NPC 还是敌人啊？是不是瞄准我过来？对，干这敌人吧！妈的，去！我是没打到他，还是他打不到？要先触发大树守卫。哇！他会反弹魔法，干！优待，家伙太屌了吧！这专杀法师就对了。我应该要现在这边住，在这边记录一下。引导褪色者前进，指路存在。哦，这是我的任务指标。等一下，我应该在这边记录啊，这样死掉比较快。地图。打发！这游戏竟然有地图！我现在在这边嘛，前面那个像喷射了什么东西的这一条，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求学洞窟，这是我曾经踩过的赐福，就是火堆点嘛，可以传送哎、欸，哎、欸，太屌了吧！传送点都可以直接传过去。Oh yes， 是谁啊？Tarnished, are we? Come to the lands between for the Elden Ring.、Hmm? Elden Ring? Of course you have. No shame in it. Unfortunately for you, however, you are maidenless. Without guidance, without the strength of runes, and without an invitation, 我需要女巫陪伴。Table hold. 是不是刚骑马那个、啊、fated, ？It seems.To die in obscurity. 嗯，再讲话一次。Luckily for you, however, 通常人物都要讲话好几次啊。上面有个城。Shining ray of hope for even the maidenless, me, Vare. Vare. Take care to listen. Are you familiar with grace, the golden light that gives life to you, tarnished?You may also behold its golden rays,、pointing in a particular that
is the guidance. It will lead even if it. 我靠呗，这是叫我跟着光走而已吧。格瑞克的居所，那座城。我一开始的目标就是那座城。啊，这个大树守卫怎么办呢、啊？干掉他吗？记号聚集者召唤玩家，什么意思啊？这是招朋友打王吗？哇哦！一刀就死了，太爽了吧！2000年以后。开始打这只好像不太对耶，魔法师打这只感觉好，也没有说很难，但是你要花很多时间去习惯。他砍完之后会直接举反射盾，然后你被炸回来一次就差不多了。然后因为我还没有点任何能力嘛，被他挥一下基本上就挂了。那这只打死之后拿到这么大只。武器魔法师也不会拿吧，基本上都是近战在玩这样子。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打死怪之后我拿了这些灵魂我要去哪里升级、啊、你看刚刚拿到这是黄金戟，我根本不能用，还说我要找到女巫才能升级啊，像之前的防火女这样子。那我觉得我今天先玩到这边，杀死这只大树花了我很多时间呢、欸。真的，就是有点像是在重新温习魂游戏一样。它虽然是很大开放世界，不过还是有一点指示啊。比如说天空上这个，跟着这个光芒走，然后上层，
因为现在应该还会有更多指示说叫你要去哪里这样。这个地图真的很大，真的超大。我觉得最近应该还有更大的区域，就说你要收集新地图，然后超大荒地、秃秃草原。那我先玩到这边啦，下次再继续吧。